듣는 없지만 야호! 언제나 함께 할 수 있어요. 지나가버린 시간이라도 이건 절대 무피할걸? 언제나 함께 할 수 있어 하나, 둘, 셋 지나가버린 시간이라도 셋이고요, 셋만 타워 기억할 거야 배드가 지금이야 셋이고요, 셋만 타워 됐다 세상 다하는 그림까지 하이, 大家好, 我是神秘 今天这支影片是回顾的职业选择的职业推广。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天使破坏者。今天有幸借了几个小时来游玩这支账号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也只能体验一下。这支影片跟上支影片是一样的，我玩完都会打分数。然后我要来感谢一下借我这支账号的主人哦，一只鸡。 天使破坏者272哦，我都加一只鸡。这位玩家非常热爱天使破坏者，他还统整了一个职业的心得要给各位看哦。那再来是他说职业的特色哦，有一可以穿两套点装，二只能创女角，三这职业没有 MP， 是用灵魂充能来发动技能哦。 第四个是技能组爆伤高，技能趴数高，单下段数偏低，但困 L 40秒爆发还是可以过。困 L 就是困难路西达的意思哦。然后第五个是有自己的专属小套房，还有 BGM， 我直接放给大家看。 你看，这边还有他的专属小套房，还有 BGM， 我们来听一下。 然后再来是装备部分的话，装备价格的话，敏捷装的话目前的偏贵，但是天使破坏者是海盗哦，它是海盗哦，海盗的职业装比较便宜是它的优势，真的，像是你看这个海盗鞋子，哇，顶趴的啊，可以可以，然后这个披风啊，然后手套啊，肩膀啊，帽子啊，都是海盗的。 海盗的东西就是比较便宜，就是比较便宜，因为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海盗的东西会比较便宜一点。但是它还是有个缺点啊，就是比较难找，比较难找。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魔法变身哦，天使破坏者是可以变身的，可以选择变身前，有没有？变身后，진짜 이 옷을 입어야 돼？ 刚刚有介绍过他的特色哦，他是可以穿两套点装的哦，这根本就是点装控的福音啊，跟魔法少女一样哦。马后修久，与我结下契约，成为魔法少女吧。再来，我要讲他一些技能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哦。我要介绍的是这一招哦，灵魂探求者。 你知道灵魂探求者这招有什么特别呢？它可以自己去追踪怪物哦，导致让电等非常轻松，轻松的电等绝对是吸引你的地方哦。哦，赶快来签约魔法少，成为魔法少女吧！靠，搞得好像我在业配一样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看看他的电等速度是真的挺快哦。来哦，他躲在原地放球哦。 大概这样吧，然后原地放球，然后他球又会在追，他的球又会在追踪怪物，所以你就在一直在原地练等就好了，非常的轻松啊，我认为非常舒服啊。例如说你现在你就站在原地，
然后你要玩手游，然后你就玩你的手游，然后站在原地一直按，然后戒指就一直入袋。这绝对是我喜欢的练等方式啊！好吧，那我们马上介绍下一招。再来呢，我要介绍这个职业最特别的地方了——聚光灯。聚光灯呢，不但有强力的伤害，它也可以强制改变地图的 BGM。我们马上去试试看 ，Lego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攻略最终 BOSS 黑魔法师的大门，但是这个 BGM 太严肃了，我不要，我要直接改变。觉得这个小屋太边缘吗？嗨起来！嗨起来！我谁？不要看聚光灯好像只有改变 BGM 这个效果哦，它的伤害也是很可观哦。马上来打个露西塔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伤害可以啊！这个聚光灯，哇，这跟鬼吧？哇，这个罩啊，可以啊！哎，那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招。小萌新吉祥物，它是可以召唤一只小龙啊！有没有？召一只小龙，有看到吗？有个小龙来帮忙攻击哦。然后它是一个两段的爆发，不过要先收集魔法气息，才让第二段爆发更久。我来测试一下，再按一次这个技能哦，它就会发动第二段的这种攻击哦。来，那我们按一下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按错了。好，再按一次这个。呜、哦，还发射一个这个，咻，发射一个，我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发射一个闪亮泡泡的吐息啊！可是它的时间非常短，它必须要收集魔法球，才可以让它的持续时间更长。嗯，这也算是一个职业的特色吧，可是就是没有那么鲜明哦。对我来说，最好的、最吸引我的技能还是这个聚光灯啊，所以我就大概简单一下这个介绍这个小萌新吉祥物。那介绍就大概到这边。那最后呢，我认为我已经在有限的时间内玩到这职业吸引人的地方了。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啦，很多人传闻这个职业鸡鸡很大，我不知道是真的。好啦，最后了，那我马上帮这个职业评分咯。
Thank you.